大家好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正月初六，看我们这家村子的人今天结婚呢，等一下我给大家直播呗。哇，这是婚车，漂亮吧？家里的小别墅，真是太漂亮了。虽然在农村啊，但是这种感觉还是蛮好的，感觉好久没有这种喜庆的感觉了。就是村里有人结婚，真的太开心了。看，这是我家陈涵，我家陈涵今天负责去接新娘子回来。我们这里叫做蜡烛姑娘，这是接新娘子的。早餐我会吃早餐，吃完早餐就去接新娘子了。什么感觉？紧张啊？不要紧张。今天天气很冷，好吧，这里也篝火，挺舒服的。恭喜恭喜啊！看，恭喜恭喜！哎呀，这新郎官，好帅吧？看一下新房子装饰的漂漂亮亮的，旧的新娘子过来了。等一下我给大家直播，这是婚房。哇，农村就这么喜庆。